一个是我们真正，不管你是住公寓、房子，或者是哪里，你看出去一个真正的视窗。这个真正的视窗是你看出去，你可以走出去，你可以摸到的。那还有一个另一个视窗是媒体的视窗，或者是高科技的视窗。这两个视窗不断的在你的生活中交织，你会不会问自己说，我活出神给我这个工作是从创造而开始，这三重的使命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耶稣，谢谢你，因为在你赐给我们的救恩，使我们能恢复身份，有工作的身份与能力。你希望借着我们能够让生命真正的有价值，真正有意义的延续下去，不是出于无奈，不是出于害怕，这是你给我们身份的恢复，同时你也恢复给我们能力，就是我们会有从神来的灵感，做需要的开创、发现，我们人类称为发明，发现怎么解决一些能源、资源和人类需要的危机。主，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能活在你的心意中，我们就发现这个工作其实是有它的乐趣，虽然会有辛苦劳力，而且很多的挑战，但你要我们能进入工作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因为要显明出神他话语，随时随刻神说话带的能力要在我们的工作中彰显出来，因为圣灵要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在地上看见天上父所做的工作，他每一天的工作是按着父怎么样做他就怎么做，所以圣灵也要带我们进入看到耶稣在这个场景耶稣要做什么，我们可以跟着耶稣一起来做，配合他做，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乐趣，不管是在家里的厨房，不管是在学校的教室，不管是在cubicle 里面，不管是在一个 研究的实验室里，或在公司的大楼里，或者是在地下室，或在高楼，或在独立屋里面，或在某一个郊外，或在山上海上做各样的工作，主你就让我们看见，因为你乐意要跟我们一起，让我们明白你在做什么。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乃是恢复认识神创造我们，这个创造的我们就被赋予工作的使命和功能。欢迎主耶稣，你让我们今天的心得着你话语的激励和安慰，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当我们最后回到你面前的时候，借助你的医治爱，使我们明白在爱里面，耶稣使我们得以恢复，恢复到起初神创造亚当时对他们说话，祝福他们，神看着他们是美善的，所以神给他们权柄能力去做每一天要做的工作。谢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着我们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
我们对于工作，我们对于工作的感受，或我们对于工作的认知，或我们对工作的害怕。我希望你能够经验到耶稣基督的爱，让你知道神创造了这万物，赋予我们来治理和管理，让我们的生命的倍增，因为神看为是美好，是因为罪破坏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因此感觉到工作的无奈，感到工作的可怕，或感觉到自己的失落。所以当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心中做主，我们的工作其实早就在他的手中，而且我们可以活出工作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因为神早就计划了，规划好，等着在我们身上实现彰显主。如果这是你，你今天说是，我愿意，我愿意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恢复我，使我重新开始对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单单是认识而已，我要经验到工作有的意义、价值和喜乐。回到创世纪，回到创世纪里上面。如果这是你愿意说，我愿回到神的心里面来面对我的工作，我就欢迎你在神面前举手来表示说，我要，是的，主，我要。我将会为你一起来祷告，这是包括所有的人，不是只有说等待工作、找工作或需要工作。其实神赋予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去见神之前，我们每一天都活在工作的里面。有谁是不要生命的延续的？有谁不要学习治理神给我们的地？有谁不要学习管理神托付我们的生命活物呢？如果你的答案说是我要，那这就是工作的内涵。所以如果这是你，你在神面前说是的，主，我要，我会带着你一起来祷告，有吗？是的，主耶稣，你看到我们在你的面前，因为神祝福他所造的万物，而且他祝福他所造的人，要让我们进入神所命定的职分或者是位分，给我们有能力要把神给我们的计划活出来。所以神，我在你面前表达，这是我，我在你的面前住，求你让我能够说话是带着能力，是带着生命的能力。主，你当我说话在治理管理的时候带出来的那个治理，是让有生命的秩序，有公司里应该有的秩序，有道德上应该有的秩序，是应该有人诚实的秩序，是让人不会有贪，不会有嫉妒，不会有混乱的秩序。主，这是你给我们的选召。同时不单是如此，主，你看到很多的活物在绝种，你看到很多你给我们管的这有生命气息的一天天的消失的生命，海洋中的许多的活物在绝种，他们在痛苦的当中。但主，求你给我们有这能力，我们有开发的能力，发明的智慧，你给我们灵感，我们所要做的是怎么样生命真正的延续，有意义价值的延续。所以主啊，无论我们是做厨师的，我们是开餐馆的，我们做研发的，我们做科技的，我们在服务业里面，不管我们在哪个行业，其实都有在你所要的这三个范畴里来活出我们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来。所以主啊，我们站立在你面前，我们举手在你面前，表明说愿主你来在我们身上工作，来做恢复的工作，使我们活在神创造人的心里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在末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就能叫我们的生命活过来。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的里面，他也愿意帮助我们更多认识他，在工作里面跟他来行走。谢谢你，你看见我们在你的表达，我们这样的表示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第
第一个我要呼召我或邀请的是，因为在我们的身体上，如果有一些的病痛或有一些的困难，让我们没办法工作，我的工作只是这三方面的工作，不是只有受刑的工作。神乐意要在我们当中施行医治，所以你在身体上有需要医治祷告的，我会邀请你们来到台前。我稍微说明一下，这样我们等一下比较有一些次序，所以我们这个会往后退。那我们等一下祷告的话，我们会可以分成两排。那当我们为你祷告完了以后，那你可以回到你的位置啊。那我相信说有相当多的可能会需要一些身体的祷告。我们这个祷告是按照圣经中的教导说得很清楚。